我是素生荣，是你们的汉语老师。我来自印度的新德里，我学了普通话八年了，教中文五年了，也在中国生活和学习了两年。根据我作为老师和学生的经验，我使用最有效的教学方法来教你们最实用的中文。你对汉语感兴趣吗？哪里能谁来跟我学中文吧。好，再见。